们的作品是好神冲。逛夜市时常常看到小吃摊老板拿完钱又去拿要装食物的塑胶袋，感觉很脏，塑胶袋一拿就是好几个，开口也无法一下子就打开，所以我们发明了好神冲。它的操作方法很简单，一，先将盒子打开，把整叠塑胶袋摆整齐，开口朝外放进盒子里。二，当按压杆往下压时，吸盘吸住塑胶袋往外推，此时塑胶袋就会单独被挂在钩子上，开口也已经打开。三，当塑胶袋往外抽取时，挂钩会往上，而塑胶袋离开开口时，挂钩会自动往下掉。四，单手就可以方便使用。它的杰出特性是适用于各种尺寸的塑胶袋，要用塑胶袋时开口一下子就打开，可以避免手与塑胶袋接触次数，避免弄脏塑胶袋。谢谢大家。